这个巨好吃，缩手指。你知道我们有点像我们家这个叫什么吗？啊，脚踩，脚踩。因为小时候是脚踩的吗？对，小时候家里人不让吃，然后就会说这都是人家脚踩出来的。啊。那个表情，啊，他的表情。我家也这么说过。对，说这个辣条。我从哪儿开呢？这个。哎呀，就。哦，直接撕了。巨好吃，我骗你是狗。啊，我先吃。我先给子琪、哦，我对不起，掉到你脚上了，完了，饭包没事，不在衣服上就行。饭包掉出来了，掉到你脚上了，这超好吃。哇，这么辣！啊，这还辣？哇，有点辣。现在有点冒汗。他怕喝错了。哦要我说还真是，之前虽然没喝错，但差点喝错过，不就两瓶水摆一起，真不知道谁的是谁的，又不敢喝，想喝就直接喝呗，又无所谓的，说什么喝错了呢？ AJ 来全喝了，他后劲有点大，还行，我怕你一会儿上厕所，我不是来害你的，这个倒还好，我是那种铁胃。OK， 我以为说你是便秘呢。哦，那样子。我顶级铁胃。哎，你去当过的工资？哎。哦，以前有。哦，以前有当过。以前有这个岗位吗？以前二一年，好几年前。你说有吗？啊，很早很早以前有过，是吧？你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就只主持人去演过一次串个场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忘记了，两年前吧，还是几年前有过吧。哦，肚子有点小痛。我好像爆了。不会吧？你这也太菜了。你们北京人都吃不了辣吗？能吃啊。不行。